你们圣诞节是吃这个、哦？哎，对，没错，所以在英国那个吃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OK， 这样子。你们也喝乌梅汁哦？对，乌梅，我们这是热红酒，所以那个是我煮两个小时的呀。我煮两个小时，而且里面有很多新鲜的水果、酒、一点点糖，还有很多香料这样子。所以它我们在国外，我们这是酒哦，酒，对，我们学校喝酒，对。我下半场怎么办？我煮两个小时，所以你哦还好了，对，不会醉这样子。不会醉，煮两个小时。过脸红是好。对啊，这是很蛮舒服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吃那个是、okay. 因为英国人十二月是非常冷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喝那个对身体比较好的红酒。德国人也吃这个，对，它有 cinnamon 对不对？对，它有 cinnamon、嗯。所以听说它是从德国开始哦，然后现在每个应该。每个国家也有，对，每个国家有点不一样的这样子。英国的听比较甜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很我有点可以，那是我们的蔓越莓白巧克力蛋糕，是它上面是甜甜的，那中间是咸咸的，所以它一起吃，它那个最小面的饼干这样子，是那个是我们可能过年那个31号的时候，很多英国人有一个小 buffet 在他们的家喝酒这样子，那道菜我们一定要吃这样子，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子。所以是甜甜的、酸酸的，口味还可以吗 ？Yummy， 耶、yeah, ！我很喜欢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